现在我的情况是，我的车坏了，在路边，在这个highway 上面，所以我 suspect 是我的 engine fail 了，就千万不要爆 engine 啊。所以现在我的车在路边那边停住，highway 的警察来帮我抓住那个车，这个安全为主啊。现在我去看我的 domain 来了之后，我们要做什么先？所以现在是 suspect 这个 fuel pump module 坏了，就要换这个 fuel pump module， 呀，应该这辆车是没有问题了，应该啦，因为 VW 有问题了，这边烂那边烂了。现在我就把我的车 set 了了，所以在他拿来做 scanning 之后呢，就 scan 到是那个 fuel pump module 有出了问题。之后我现在换了那个 fuel pump module 之后呢，我的车就没有东西了了。OK， 我拿安全带先，记得驾车要拿安全带。然后现在我们就走了，因为那个 fuel pump module 又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因为在 VW 里面呢，那个 fuel pump module 是有一个寿命的，当那个寿命到了四五年之后呢，它就会坏掉，然后当坏掉的时候呢，它就有那个状况会出现，然后那个车就会突然间shut down 在那个路边那边，因为它那个 signal 那个油没有到我们的engine里面。所以现在我们搞定了这个 everything。OK， 好彩是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啦，因为我最怕的问题都是那个 engine 爆掉罢了，如果是没有 engine 爆掉的话，就是代表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啦。 OK， 所以我的 car vlog 都讲到这里了，如果你们也是加沃水根呢，跟我有遇到同样的问题啊，还是有遇到一样的情况发生啊，你们可以在video 的下面留言，然后分享你们的经验，然后我们来交流交流一下。OK， 拜拜。这个 V8 的 diffuser 就上了一个新的 diffuser。改咁长，你帮吹哦。